假设这个大球它代表了 PM2.5 的一个粒子的话，各位猜一下，0.0024微米是多大呢？0.0024微米就意味着一粒米的大小。如果您拥有了我们全新升级的 Sky 一星空气净化器，不要再怕 PM2.5 的污染，哪怕比它再小1000倍的污染也不在话下。